要不要描述一下刚发生什么事？去追袋子，他把今天的体力都用完了。袋子在哪里？袋子也飞掉。刚刚就一路飞到上面，然后这边一路被风吹吹吹过去，但是又没有快到欧洲飞服。哇，累死我了！我觉得我没有力气。我们现在在欧梦山顶，耶，到了 ，right here。其实这边一路这样子绕一圈，最后就要回到博阿空，那边就是 Seven Heaven。Nice!